演员黄景瑜。哎，对对，看过哪好几部戏？我们几拍的，应该给我们做个大演员。建立防线，好。直接打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特别能理解他们的不容易。我演的这个维和警察，就真的维护他们正常的社会治安。哎，我妹妹，你说这是什么？再来一次！来，三圈来，准备来！一二三，走！好，开车，去。Aide-moi, il veut me tuer. We have nothing here.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? Yes.我们是中国维和警察。